再看这最后一只，也是最大的房间的这一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哈哈哈，恐怖小山羊！Oh my god，他连走路都斜的，你看，哦，我超想杀我的，我操！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rnament。今天呢，要来介绍这个模组，还蛮特别的。它这个模组有点类似像打怪升级，然后做装备，然后再打更强的怪物，再升级，再做装备的一个概念。哦，你们看到右边这些地图呢？哦，看起来很奇怪哦，轻描淡写用铅笔直接画下去这样子。然后老头在录影之前有进去稍微看一下，哎，就发现还蛮有趣的，它就是给你一些工作台，然后你在外面击杀一些怪物之后会获得一些道具，那些道具可以强化你那个回工作台那边强化你的自身装备，然后间接去挑战更强的恐龙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目前为止我是看到这样，后面会怎样不晓得。创建新的生存者，又进来了。然后你进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被关在这个。哦，矮不隆咚的房子里头，哎，然后这边是传送点，当你进来就被传送到这边来了。然后呢，开启地图之后，我靠，这边怎么黑？你看地图之后前面有没有什么嘟嘟鸟啊？反正你看这边前面一格一格一格的，这好像都是 one by one 竞技场的样子吧？你看我这边有一只火鸡哦，超屌的。哎，不是这个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我是走错路了是不是？哦，你看。有没有？这叫什么？Tuluki，这边有一只超屌的火鸡，哦，千万不要进去，你会被咬死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？哦，这边有一只很屌的骨头袋鼠，不是袋鼠啊，那叫什么？都忘记了。啊，哦，我靠，这么恐怖啊，这个嘞？这边什么？我靠，这个是水獭，千万不要进去。只是我不知道进去打赢了会拿到什么东西，这我就不晓得。然后这什么？我靠！哦，靠，也太凶狠了吧！还有吗？再看这最后一只，也是最大的房间的这一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恐怖小山羊！Oh my god！他连走路都斜的，你看，哦，我超想杀我的，我操！千万不要惹他们。他们是很可爱的动物，但是他们巨大化之后呢，凶性残暴，嗜血，哦，然后只知道什么叫做只知道杀戮，不懂得什么叫做和平相处，非常可怕的。哦，我还没有打赢过啦，我才刚玩而已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然后各位看一下这里，哎，靠，为什么这种那么黑啊？这就是我的工作台，让我升级的地方。你们看到这边？啊，这边还有鞍呢，好特别哦！这是什么？巨蟹鞍？为什么长这样子？哦，这些鞍都会上面需要一个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个蓝色珠珠哦，然后再加上巨蟹鞍才可以安上去的样子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都要配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哦，可以做装备，也一样要蓝色珠珠。嘿，我们看到第一阶、第二阶哦，这些装备防御都蛮高的。OK，然后防爆装需要的需求量应该更高吧？这还有等级限制哎，什么30级、40级之类的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武器类型。哦，这个复合弓，我要等级19才能搞。武器也是啊，这个没有子弹啊，有卖子弹是不是？没有，远程。他只给我武器，没有子弹啦、啊。怎么、啊？子弹是要自己搞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有烹饪锅，我还可以坐在这边呢、欸。烹饪锅卖武器哦，弹药在这里。为什么弹药是种子啊？好酷哦！生肉哦，然后这是补血的，10个可以换一个。这什么 soul？什么念啊？不会念，灵魂是不是？哦，你把生肉放进去，可以直接变熟肉。这边也有很多。哦，耐力炖汤战斗用，这什么东西？第一次看到。Water，这是喝了之后可以补充水分的意思吗？好的，不管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哦，这边还有研磨器。哦，这个是可以拿来互相做啦，做成这个黑色的珠子啊。哦，了解了。啊，这个睡袋就是拿来睡觉用的吧？废话啊，不然嘞。
大概目前看到是这样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往前走，前面就开始会有敌人出现了，会有敌人开始想要刚你。然后最前面我还没去过，因为我看到前面一堆这个，你看，我就进退退避三舍了。但是把他们打死呢，可以拿到我们要的道具，忍着点滚。而且目前真的只能徒手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然后都不能装其他模组。我忘记跟各位讲了，你进入这张地图之后呢，这个游戏会强制把你的模组给拔掉。啊，这张地图不是游戏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。这只要给人火啊！哦，还好我有去调参数，它参数可以改，所以说我现在回血是50倍，回超快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哦哦哦，我真的会死啊！他们全部都追来嘞、欸！算了，我觉得我先绕过他们好了。虽然打倒他们会获得道具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尽量往前冲，看前面有什么宝箱可以直接捡吧。我觉得这游戏。看到图片里面有宝箱欸，我靠，这边设计好屌哦！欸，会不会有陷阱啊？嘿嘿，Oh my god， 这不想让我过是不是？有野猪啊！欸，这落单的妈，打死他！拿东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死你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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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有生肉有生肉！哦，拿到我生肉了，我应该是不会饿死吧？目前还可以，然后这个拿了两个，好的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有长矛可以做了，弓箭也可以做了，非常好，哇，这边还可以自产装备啊，你看他这边蓝图装备的种类就变得比较少，就有所限制，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个了。做一只长矛保护一下我自己好了。我靠，要吓一跳！我的闹钟，不好意思。好的，物品栏，然后长矛，我们去杀掉那些小王八蛋。我们现在有长矛了。好，他们这边只能慢慢来了。戳死你！干什么东西？干！有，结束了，不会再烦我了，太棒了！叫我们拿了多少个啊？我们20个嘞，我觉得我负重点一下好了。OK， 没问题。2000 years later， 怕死做一整套。刚我想把这些皮肤丢掉，烦死了，皮肤。一直在那边碍眼，有了，再来，行 ，Go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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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野猪是吧？来来来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这个应该打带跑绕个圈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？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靠背两只，砰砰，香气气，哇，会补血。Oh my god！ 装填也太慢了吧，可能他补血就饱了。干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卡得好，卡得妙，卡得卡得哇哇叫 ！God G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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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d！ 我觉得我这样比较快，妈的，要死一起死！哇，这野猪也太硬了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、哦、靠，用这种方式打的啊，穿出来，我要死了！哇呼！那、no, 骨折 ？No！ 哇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他现在站在我们的领地了。林干，你老师猪还在玩个屁？但猪还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哥哥、啊，猪还在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会自己补血、欸。妈的，超狗的，东西捡不回来，哎、欸，他卡住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，卡住了是不是？哇，哎、欸，没打到，打屁股，
也有你身上的东西哦。跑嘞！我感觉打不赢，我觉得打不赢啊。嫩，行。哦哦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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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呦哎！哈哈哈哈！你死定了你！你在下你，安心的去吧。嫩，我给十个哎。哇啊！怎么都只给生肉啦？不给点不一样的东西哦、喔？啊，另外一只去哪了？没、欸、干，真的、欸。我觉得我这边有这种，之后这地方应该可以打，用卡的方式，有没有？用这种方式就赢了。原来他这边有些平台是给你高低差打法、啊，原来是用这种方式啊。我们不要浪费远程武器了。有，插到了，你死定了！谁谁谁谁呀你？呀谁呀？大胜利，嫩，可以哦。下一关，最终还是得靠卡位打法才行，不然真的很母汤。然后这又是什么？哎呦，吓一跳，这边做的挺大的嘛。我看到前面那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这是什么鸟？忘记了、啊。我靠！我靠 ！No！ 哇哇哇哇！我靠！个个凶残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又要死了！各位！哇呼！这怎么过得了啊，各位？我觉得这个应该适合多人，那么一个人玩不下去啊。讲真的，这一个人怎么玩？教一下好不好？一个人是可以玩啊，好不好？临别调整攻击力啊，啊，这移动速度啊，不好意思，看来只好升攻击啊，逼不得已啊。哦，没有点数了，没关系，后面慢慢升。我们现在有攻击力，我必须先想办法把东西拿回来啊！那太难了吧？哎，这边有一扇门嘞，这一扇门里面有什么？哇塞，我没看过这里哎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先去把前面那个东西捡回来好了。这又是哪里啊？这哪里啊 ？Hello。Hello， 哇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是召唤，使用之后可以召唤，可是这应该是拿来打的吧？这个彩虹小马是怎样召唤一只独角兽？召唤一只霸王龙要700个。这是可以召唤成为同伴吗？他这边没有血，变成 team 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没有血。哦，生物方舟数据，伊拢无讲的家，哎、欸，这边可以上传，上传幸存者。然后这边暗迷蒙公看不？我靠呀，怎么这样子？太酷了！哥必须把东西拿回来，开个尬的模式好了。那开尬的啊，不然东西拿不回来啊。赶快去前面看一下，前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想咬我，咬不死我？看，原来我的尸体已经被推到这边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的装备，你们揍开呀！所以说这个游戏一开始呢，最好是点攻击力哈。一个人玩没有攻击力，不用玩了，那真的被围死，真的。你再看一下，
前面下一关是什么？靠，居然是这个掠夺者，根本就在闹的啊！直接给掠夺者哎、欸！哦，我靠！一般人来这边，你如果不是四个人玩，我跟你讲，直接死掉了。那、啊、跳这里会被咬，你没得跳啊！而且这边还三只，重点。干，算了，全部杀一杀好了，烦死了。去死！嫩，有两只，太扯了，这里。这边根本就是酷刑啊！我越移越多只，哇！哈哈哈哈 ！Oh my god！ 来，不要把我挤到里面卡住就好了。啊，你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哈哈哈！看，这个我如果不开尬的模式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要玩很久啊。又或者我直接 one punch 一拳超人塞他妈的模组装进来，哎、欸、不行，不能装模组啊，我又忘记了，又不能装模组啊，天哪、啊，我觉得这只适合同乐吧，啊，不要处理好了，那、啊、我的体力快用完了，好硬啊这一只。快死啊！好多肉啊！这只该不会是这关底 BOSS 吧？啊，解决掉了关底 BOSS。这个很适合多人的这游戏，要玩的话是可以啦。哎，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第一次看到。哇！第一次看到这里耶！如果一开始直接往这边冲会怎样？就躲在这边就好啦。野猪三小，有猪，又是猪。我靠，那什么东西在空中啊？这个往这回去吗？这是把你传送回来啊，就是一个把你传送回来的概念啊。然后我现在身上应该很多灵魂了，深深看，这样子。哦，好多、哦，用不完了，用不完了，395个，怎么会用得完呢？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怎么玩哦。简易手枪、散弹枪，他做一个是给几个啊？好奇，试试看，做一个就给一个哦，做一个给两个，先一套铁装好了。铁装还可以升级耶、欸，我们好奇它这个是升成什么哎、欸，我们来深深看好了。铁装能升级，先蓝再红是吧？来，这边都给你了，应该够吧？应该够。19、19、19、17，可以。哇，再进化，可以哦，再进化。我看我这样子会不会硬到已经不需要再那个了，全身蓝装一套，防御率844，嘿，然后我们有手枪，我们再做一个铁盾好了，我们可以枪配盾吧，我记得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应该就可以不用依赖尬的模式了吧？不然的话我一直死啊，这这么苛难的、欸、天啊！对啊，这个要装在这里，没有车。OK， 我试试看。不行。嗯，刚刚没塞呢，只能配刀，配我们的长刀。我们的刀儿呢？野战刀，找到了，野战刀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其实这边有更高级的盾，我为什么不做呢？做一下好了。然后再配我们的剑，可以多做几把。
62发感觉也是不够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再说再说。来，来我们的剑呢，停在这里，可以哦。来，杀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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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把我们刻意把尬的模式关掉好了。来，这是他妈的什么烂伤害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哇，这砍108哎、欸！欸，我好硬哦、喔，我完全没有被推飞，我可以把他们玩死了。嫩，而且还四只猪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跑嘞！哇，你太多只了吧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我撑不撑得住啊？去死吧你们！干他们的狂补血，他这补血量太惊人了。哦，这样很好哦。11只，棒！快给我经验值，快点！我不是经验值，给我灵魂，给我你们的灵魂，那结束，爽！但我肉拿蛮多的嘛。好，这是回去的路，不要理他。我看一下，哦，看还有一只，我被推回来了，哈哈。